Hello, Men's Un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尊。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，我现在希望可以长命百岁，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就是在他们身边越久越好。心态上，我希望他们是一个很乐观的，比较懂得珍惜的。陪伴他们很重要，然后去关注他们的一些小细节，然后去聆听他们，多一点跟他们沟通。当你了解他们，你就知道说怎么样去解决一些问题。希望我会变成一个他们都很喜欢我在他们身边的一个爸爸，跟一个很酷的岳父，所以他们不会就是哦不想跟这个岳父在一起这样。